这里有两个眼，这种是两个螺丝，就来按一下，它也会跳舞，跳就OK了。这个铁网数这个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个直的一起的，然后这个铁网就是数这个比较直的、长的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是直的，那这种是不太直，后面是弯弯扭扭的。这里数两钩加起来。 这两个加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是一套的，所有的网跟缠都是这个样子。放上去的时候要对的，把这个槽啊，这个槽对到这个眼的中间，这个是可以左右移动的，啊是有移动位置的，要移到中间。 现在可以把钢力拿进去，看着现在有点偏高啊，偏高就不装，把这里，这个是紧的，你要把窑松松了过后，这个就可以桥下来，可以看到这里了，上面都有放好，大概要到什么高度啊？高出来1-2毫米。 毫米多一点点就 OK 了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啊，新盘要矮一点点，旧盘就可以高一点，因为新盘它容易吃那个。 容易吃盘了，新盘要高一点还是矮一点？矮一点。新盘矮一点。对。因为它太锋利了，是吧？对，它很容易把那个石头打下去。这里，看到这里要上一个螺丝。磨的时候不把盖子给盖起来吗？对，一定要盖起来。现在就开店。 不转的话，那就把盘往下放。不转，它有，你看一下，这破了或者卡住了，有大的，它也大的会卡住的。我们关了看嘛，它有大的话，你像它这种有那个裂纹的，它会破，看见？破了的，它就会卡到上面，它是卡住的。嗯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这个钢力啊，大了，在里面不转，它在里面不会转动。嗯。它也会卡，它也都不也会转不起来。 这个是可以的。
是不要太大，那个放小点就好了。哦，它是这样子转，它是弹的。看效果啊，效果肯定是比刚刚好啊，但是还不够圆，不够圆，太早了、嗯、已经比这个好多了，嗯，对，不要太油，耐磨啊，对，硬的啊，把这个磨完了，找那个铁丝把这个绑起来，用手拿到这里，
它怎么还会转？怎么还会转？不要它转，只要它这样震。只要它这样震。我说不要它这样转，只要它这样震。对比一下，然后我就到这边来磨，这太少了，再磨一盘。我的铁丝呢 ？From the first machine, this is from the second machine。你这怎么出来呢？这些珠子，怎么出来呢？感觉一下子磨了好多啊，磨满了都要把它清理了，磨满了在超声波啊，他还买两台那个的呀，手工打孔机啊。那个打的也慢呢。那个打的，你只要做出来的，找两个人专门在那打孔，也能打打不少的。主要我怕他超声波不太会用。超声波焊的不好，没多大用。是的，不会用的人，那东西拿回去就跟个废铁一样。看着别人用的好用，自己用就不好用，就这么回事儿。看看来摸出来什么效果。我那个小的都已经圆了，就是那一盘木小的，这个已经圆了。说给他送的，有送的。嗯，老板没说没有哦，我还没跟他讲呢。几个直接把它弄一下就算了。你怎么不拿那个？怎么不拿那个外面一个东西？几个男的去搞？只有几个小的。外面应该放一个那个东西。我塞空了。对呀。
筛糠都被老板卖完了，他不进货啊。因为我不想啊，我也想啊。就是进窝珠之前要先把珠子筛一下，是吧？对，实际倒脚都要筛一下吧。倒完脚都要筛？倒完脚在倒之前都要筛，不是去选。选的呢就标准一点，就没什么烂的。筛的呢还会有一些烂的在里面。这个手链做出来也好看的，应该。因为有花纹应该还可以的。它这有花纹了。有那个纹路。有几个手。老板去哪里了？我还才不回来。这个就要买吸珠机了，没不是没吸珠机不行的。哪个？这个。买新机啊？吸珠机啊。哦。吸尘器也可以。哦。吸尘器也可以，因为它在里面你吸不出来的。那这个就可以买这个了。